五六不能亡的意思就是五五六六不能亡。严重，你们是不是不想笑？我是觉得你们有点浪费时间。我们就是故意。好了，这样子，我们现在要欢迎，欢迎我们的独立的乐团，独立乐团，来自独立的乐团，请他们上场。包含我们两个，掌声欢迎独立乐团，掌声加成就。好，我们还是介绍自己。张伟，从右边开始。喂，大家好，我是贝斯手孙柱，常伟。大家好，晚安。我来自杜立部落阿贵对面的林爱美住户，我叫林英豪，然后母语名字叫达吉奥，吉他手。晚上不要打给他，因为他说他是打给我。好，我刚介绍过我自己了，我不要话多，我是杜立阶级一年级的学生，我们阶级叫做拉百年。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老板娘主要的那个工作就是带领法国来训练从事非常困难的任务，所以我们发挥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的任务。就是洗碗。对，洗碗还有洗衣服，再来最后就是洗碗。好，大家好，我叫林毅豪，阿米斯名字叫阿善。谢谢。麻烦观众给他们一点回应好吗？因为他们很辛苦的自我介绍，他们刚刚紧张到不忘记自己的名字呢。好，大家好，晚安。好，我刚刚介绍过了，我再介绍一次，我是拉百年的老外。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忘记我的名字了，但是我不会忘记我的爸爸妈妈。那么就坐在中间，给他们掌声鼓励。他们开了45分钟39秒的车来到这里。谢谢。你中间那桌都是你爸妈哦？也太多了吧？爸妈们都来。那你随便讲其中两个好了，好像是黄什么跟那个。阿基拉。他的母语的名字。那么请阿基拉先生站起来接受全场的观众欢呼好吗？拍手。阿基拉，不是拍那个卡诺的。那我们还是要介绍杜立的头目吧。对，阿显，介绍一下。杜立头目就是我的爷爷，麻烦我的杜立头目站起来挥手一下。何来方。他也是花了43.93882的时间来到这里。好，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就真的没有我们了，没有我们就找不到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表演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一起再来，谢谢。好了，不要了，开玩笑的，也该轮到我了吧？对，大家好，看不到我哈，活该。我是鼓手，我是唯一现场唯一一个拉纤细的，掌声回来一下。各位在中间，我有找到我的同伴，他也是穿粉红色衣服的。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拉纤细的机长郑志华先生。不要看我们粉红色哦，你不要小看哦，我们穿粉红色真的就是粉红色了。好了。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临时组成一个乐团哦，叫独立乐团。我们练了很久哈，就是刚刚下午的20分钟。对，
哎、欸，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们就一首歌，所以我们要先赶快讲话，拖一下时间啊。一首歌要讲，大家也是花了200块进来啊，哎呀，很贵、啊。不要担心，我们会给你们21000等级的感动。哎，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哎，好了，真的开始了吗？我们认真一点喽。啊